빼박에 마이카 용신. 깨알림 좋아했어요. 심하세. 깨니, 깨니야. 지금 아시 좀만 시간. 다게 이런 데에 짜자 깨는 거. 남태 시선배 좋고. 아, 배지. 거기 봐. 자도 더 지가. 허상, 허상, 듣긴 나지, 여긴 해. 你过来不知道可以帮他画画作业不是吗？哎呀，那个，搞起来了。爱听病院的笑脸一下。我调查过呀，现在上班是来对哦 ，supermarket 的小小助理，目前够担心，而且人缘真好啦。我看一时在咱爱听的背景，什么都要爱听。你敢知？前两天啊，我替咱爱听办一个生日 party 的。我看那个少年人啊，阁是一个想要刚奋斗二十年的少年人啦。真正呢？你看啦，连一台车都无啦，阁想要顶咱爱婷呢？啊，阁唔走？好啊，我即马来甲讲，无头路啊。哎，金丹，好啦，反正无小遮尔啊大啦，啊爱婷也毋是囡仔，无遮尔好骗啦。啊，你即马若是管伤济，真正有这个少年家无头路啊。啊！以后爱进去公司上班的时阵啊，所有同事看到伊咪惊啊要死，安尼害伊家孤单，害伊无朋友啦。啊，搁再讲哦，爱进去条件遮尔好，啊有真大个勇气去追求伊，毋才会用的。所以算起这少年家哦，有哪无简单啊？啊，若要讲伊两个即马是毋是男女朋友，也真歹讲啦。你嘛知影，爱进去是标准的工作狂，所以无遮尔简单接受感情上的代志嘛。啊，反正是伊下班的时阵，伊的车有淡薄问题，啊，同事看到，好，伊全载伊回来，啊，有人送伊回来，咱嘛加较放心，敢不是？哦，啊，有影无？人真正是送阿婷回来尔，人即摆要走啊。但是有遐尔简单就好。好啦，妈来朋友面甲，来，坐来。啊，进前哦，阿婷无男朋友哦，咱真烦恼。即摆若真正有人咧追求伊哦，咱也真欢喜，毋才对。但爱婷真正对感情这条路受伤遐尔重，我无可能让伊搁再受伤啊。所以下摆出现对象哦，爱好好见。对啦，我知影你是毋甘查某囝啦。啊，毋过你嘛知影爱婷将所有心思拢放伫工作顶悬啊，都是无想要讲感情的代志嘛。所以哦，你毋通管伤济啦。啊，若伤过着急，到时阵食紧拢破碗，颠倒反效果，安尼就毋好啊。你看，阿婷甲咱大做伙，表面上看也是真正常。不过我感觉伊甲汉生哦，了相像，拢是将因家己关起来，活伫过去的世界内面。林丹，我只要想到阿婷进前因为囡仔无去，精神无稳定迄个模样，我就伫遐足烦恼的。伊也是跑到对心内迄个黑影内面行出来，所以即马只要是有一个人。会当让伊愿意将伊的心抛开，会当让伊有笑容，会当让伊快快乐乐过日子，我就真感激啊。所以你若讲对方啊，伊是甚物款的家世背景，我感觉咱真正无需要伤过追究啦。就参照咱两个人啊，咱的身份甲家世背景嘛差真济，敢毋是？毋是每一个人甲你同款，是爱我的人无爱我的钱，会用拄到你，迄是我好运。过去啊。就是为着要爱婷欢喜，我完全无计较李文信的家庭甲背景，你要为两个做阵，差一点还是恁爱婷呢？这边我绝对无可能做同款的代志，未来要选的对象，我会好好替伊拣，无论是家世还是身份，拢爱配伊的气质的。哎，你看你啦，啊，自己那边哦，你开始哭哭丧。我就想，应该是真正啊，像阮家听伊灵地哦，进去阮也是存留的袂紧。你唔是爱听我的话，乖乖去看医生，追踪治疗。那我扫一个，那有啥话啦？那百姓哥也是迄好糖吃吃都好啊。你是一家之主呢，你哪当无顾你的身体啦？乖唔乖？明仔就算我更加无闲，咱嘛爱找时间，好好陪去病院做检查一下，我唔叫我都放心。好啦，只要会当让你放心哦，就算我爱专工半个时间走一逝，安尼嘛好啦。啊，明仔载咱再去病。
爸，你明明知影老大对帅哥特别有兴趣，你搁超工派天成去，然后才带我去要见面的餐厅吃饭。你的目的就是要误会天成，你是想要和我阿公冤家对无？这五年来哦，高天成拢是乖乖替我糟蹋，想袂到一届哦，竟然拍一支红棍给我搞。还小飞哦，对我足无谅解。也毋过，伊确实是有两步起来啦。参像刘丽丽，遐尼歹伺候的，伊拢会当将伊爱人个遮尼好势。你来。你来我遮创啥？想要跟我讨公道呀？爸，我听你讲你最近失眠，我准备养生茶要你啉。你咧寒眠呀？你听谁讲？我失眠。爸以前常来甲我讲，真正厉害的人是等别人开嘴之前，都爱知影代志的轻重。因为我知影，昨代志发展，唔是你想要看到的，你一定真郁卒，睏袂去。爸，养生茶太少啉，心情会较轻松。你根本早就知影，我会带小飞去，你就跳过伊，而且看给我跳啦。你是想要我甲小飞别个关系拍歹去哦？你装搞的嘛？爸，你若当安尼讲，我伫尽心尽力为公司咧拍拼，而且这个 case。我嘛已经讲成啊，你应该欢喜才对啊。啊，那小费的代志都袂当怪我。卡叔，唔是你早就认定我因为这个 case 处理我家己，你来甲小费付我无欢喜。我老爸，既然你已经看出来啊，我得老实甲你讲，这个 case 确实我早就甲老邓接触，而且已经讲定，昨我是演戏给你看。我就知影啊。代志不要单纯啦，你著剩慢慢使人，我甲小飞爸仔感情就对啊啦吼。爸，我是不得已才安尼做诶。我伫公司五年，我一直尽心尽力，希望能得到你的肯定。也毋过，你拢无华面子，一直想要甲我压落底。结果呢？结果是害小飞甲我做伙受伤。五年啊！我真正唔敢看到小飞，也伫咱中间继续为难落去。哼，讲到这好听啊！你带小飞哦，是为着啥？大家心里拢知知的啦。我唔对，我当初带小飞确实是有目的，也唔过我想要成功，我想要出头天，我有啥物唔对？谁无希望出头天？谁希望一世人互打伫个涂骹？我想要成功。甲我是毋是会当互小飞幸福，这是两回事。卡叔爸会当重用我，会当互我做你的左右手，我替你赚10亿，你分我10亿，对你来讲并无损失。卡叔，我一世人无法度出头天，小飞伊哪有幸福？爸，我毋是想要甲你博心机，我更加无希望看到你甲小飞的感情，因为我受了伤害，所以我今日想要好好甲你参详一下。要甲压落底，不如你好好利用我。我相信，我是不是一个人才，你家己心内非常清楚。哼，你确实是一个人才啦，也毋过是一个买手找人心的人才啦。爸，你想要安怎讲我拢袂要紧，也毋过我今日希望你会当冷静一下，好好听我讲。只要咱两人联手。一定会当打遍天下无敌手。咱两个人联手，即摆是安怎？你要甲我敲平大哦？你凭什么啦？凭咱有共同的敌人，凭我为刘丽丽遐得到一个天大的商业机密，只要把握这个机会，我有信心会当让萧氏集团变成你万方集团的一部分。
继续讲。刘丽甲讲，观光局等你准备一个台湾快乐城的 BOT 案。这个 BOT 案真紧就会公开招标。萧万军甲柯景南对这一点兴趣，只要把握这个机会，我有信心会当回应一个真大的打击。爸，你真清楚，萧万军甲柯景南是我上大的敌人。我嘛知影，你一直想要甲萧氏集团加入去。你即马在讲啥？我当时有讲过，要将萧氏集团加入去。爸，我做得比你所想的更加巧。当初我会倒来，就是因为古力合作案。你真正认为这五年我唔捌真就想过，这个 case 来龙去脉？当初这个 case 你就是要送给萧氏集团的。你想要设计因，让因陷入危机，然后你就当接手萧氏集团。你爱小飞甲萧家联姻，你就是希望利用婚姻的关系，减轻因对恁本家的戒心甲提防。然后等伊陷入危机的时阵，你就当接手萧氏集团。你毋过想袂到，却叫我迫害。你讲这个代志到底是要创啥啦？爸，你别紧张。我唔是要甲你变故啥，我只是希望你好好甲配合、甲合作。我有这个信心，我一定会当替你完成五年前你无完成的愿望。好啊，你讲看卖，你有啥物计划？我计划真简单，只要爸甲配合演出，无错但落你一兵一卒，一胜五年。我就会当甲萧氏集团规划拢旁来，用讲的较简单啦。这萧安军哦，那是有遮好解决哦，伊就袂冻到即马啦。爸，假使我无诈写爸啊，我绝对袂向你开张支票。为你这种免本的生意，那是成功上好。假使无成功，对你嘛无损失，先落来试看卖。听伊安尼讲起来，确实是会当试看卖的。黄一丹，不管结果安怎，我拢袂吃亏啊。好啊，既然你这里有心吼，我就给你试看卖。也唔过吼，我话爱先打头阵啦。这若是失败吼，我是无啥物损失咯。也唔过你吼，我就唔敢保证啊。爸，你放心，我敢来成功，绝对袂失败。你讲会出来吼，爱做会到啦。你拄则讲爱我配合演出，我要安怎配合？志豪，哎，天行，你总算是来啊！叫阮来未？有啊，就在头前一间小吃店啊。你会记无？迄间哦，就是之前哦，你甲慧心常常去迄间啦。我咧准备物件，你甲我摕来。哦，遐。多谢你。没啦，是讲你要这样坐酒要创啥？你别在地下啉哦。我唔对，我多谢你啉，爱啉无醉，这样当心我也无得。天晴，你卖啉到这么凶啦！我头一次看人安尼饮酒的啦！你可要饮吗？
天成啊，你平常是无咧饮酒，只甲饮啊才香港惯的。我今日哦唔来醉，佫会胃出血，你知无？来啊，莫佫饮啊啦。你若是我朋友，你就莫啰嗦。等我需要成功，我送你一回。你是在创啥啦？你继续行下去，你唔免继续，已经醉啊啦！天成啊，睡你。卖火！卖烟！天成，我知影你安尼做是要利用小红军，不过一定要糟蹋家己，安尼才有价值。来，头家小，慢慢吃。对了，阿伯，你加吃淡薄啊。哇，对小贩慢慢吃，吃较侪，吃较饱哈。伊这边，我甲天成、慧心三个人，嘛坐了一块桌啊，做伙吃火锅。因两个人甲当作是一个无依无我、袂挂挂落的阿伯，因对我真好，万般的照顾，予我欢喜到。笑甲嘴啊，二塞塞，迄种的感觉真正有够温暖，有够快乐。不过，这种的感觉永远拢无可能找到回来。什么亲情、爱情，即嘛拢甲我无关系。我真正是亲像人讲的，瘦甲只剩钱。来，我来一碗面。天成啊，你冲啊！这当然是你冲啊！那啉了醉烧酒来，这啦，这啦，这啦！别管我，这啦，别碰我，花你，花你么醉，花你么死。行啦、啊，但你是安怎啦？来母甲家己吃凉皮啦！我知，是不是分乌龙，搁甲你母将我咧糟蹋？啊，林翠啊，小红军，哈，你就是害我家破人亡的人，就是你，啊！你哪会伫我面头前出来啊？难道你开讲你够无够呀？我来讲哦，你莫搁伫我面头前出现，你即马甲我走。哎呀，唔走要离你较远的我。哎呀，离你较远。听都听袂着，真听袂着嘞。好好啦，方向都分唔着去啊！你是来不着的我。走。啊，我要离你较远的。我要离你远走来。天成啊，你莫安尼好无？我甲你讲过万百遍啊，拢是我的唔对，我嘛有甲你讲过。你爱我甲你斗三工，啥物做你讲，我一定做到到。我无错，你甲斗三工，我无错，你同情我。就算讲恁所有的人拢糟蹋我，看袂起欺负我，我嘛会让你报答啊。我一定要替阮家讨一个公道，我要替你报仇，我要替你报仇啊！哎，天成，替你报仇！天成，啊，头家，听你讲，天成。
醒！提醒！提醒！啊，提醒！你莫安尼啦！提醒！别叫啊！哦，提醒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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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司机！提醒！提醒你有去无？哈、啊！哎、欸，到真早的哦，是歹命哦。歹势歹势啦，啊你嘛要哪歹？啊啊啊！提醒，你有感觉倒位无爽快，阿达克会讲话。啊！你走，走，别怪我走！啊！无聊。到底给他当作啥？你给他当作啥来分我了？啊！天成，免怨叹啦，是我欠你啊，我一定会还你。行行行，我即马送你来边。行啦。别怪我，用火力，火力嘛，你莫追，我要忍你火力不是好啊。行啦行啦，我送你来边啦。行啦。你们行啦，别怪我。哎呀！哎呦啊！你们是，我是走了。哎呀！啊！我们，那个问题嘛，啊。天成，你为着要报仇，安尼伤害你家己，你到底知影你在创啥物无？医生，啊，当时安怎？那赶紧拿回精神。我看伊检查报告无啥物问题，敢若一寡外伤尔。我即摆甲伊煮大汤，把伊的酒精较早摕去，等伊酒治了，就使转去啊。哦，所以讲伊即摆毋是昏迷，伊是烧酒醉啦吼。是是是是。但多谢伊。姐姐，你真是啦，啊，你有感觉？对，无爽快会疼，伊才是头壳会戆袂。但你安尼是咧创啥啦？你毋是讲你一定要成功，你一定要出头天来打败我？但是你看你家己，你母甲安尼遐失志，你是要安怎打败我啦？你明明知影，我心肝内对你有亏欠。这几年来，我一直想要弥补你、帮助你，希望看你会当成功袂，通好手下在天之灵会当得到安慰。但是，你看到我一遍，记住我一遍，逐摆看到我，都叫一个面相给我看，天成。我是真正希望你会当成功，你若愿意接受我的帮助，我会真欢喜，你知影？我就是陪你家打三工，这五年我尽心尽力为公司做代志，我就是希望我会当伫本家徛起，
要过五年的时间过去啊，无法度好好照顾阮家的人，在本姑娘的面头前，我只是一只会画来画去的狗。天成，你伫咧本姑娘遐，若真正受着委屈，啊无你来我的公司，我栽培你，我重用你，安尼好无？我是一个连丢人拢嫌我无路用的人，你凭啥要重用我？你莫袂记，你是我的玩笑人。我只是想要好好照顾阮家的人，也毋过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什么代志都无做好。阮家所有的代志拢是小飞替我咧烦恼，阮爸伊枵费，阮来这工作，拢是伊咧想办法，甚至连再兴阿姐，因照顾阮爸嘛是伊去讲的，我感觉我出不落去。天成，你莫安尼啦！我只是想要让阮家人过好日子，我只是想要弥补我对火星的亏欠。不过这么多年来，我一事无成。这几年我忍气吞声，我为着是什么？好啦好啦，你莫安尼好不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本乌龙到底是安怎侮辱你？你甲讲！我是真心要甲你斗三工的，不过你若唔讲出来，我是要安怎甲你斗三工啦？本五娘，你根本就看我无，我利用关系，知影观光局。为这 BOT 还没进行投标，我真欢喜甲讲这个消息，不过伊甲讲伊无兴趣，伊阁甲讲，我这个人这么无路用，所有代志拢办袂好，这么大的 case， 哪有可能办得成？伊不了我的存折刷，不过伊阁不了我的爸爸妈妈，伊讲都是我的父母无路用，无背景给我，所以我才笑想要娶别人的查某囝来成功。彭五娘讲的是什么笑话？真正正人想到。我知我无路用，我就是因为安尼心情无好，我才去啉酒。阮妈过身，阮爸破病，我不但无好好照顾阮家的人，我煞拖累因，互人讲话糟蹋。你讲我是不是该死？我什么该死？天成，你莫安尼啦！该死的人是你，是彭五娘。彭五娘这个人有偌贪心，我也不是咧唔知影。比好滴按这个利润遮悬，伊哪有可能无兴趣？我当然知伊唔是无兴趣，伊只是想要打我，想要糟蹋我。伊表面上看起来无兴趣，也不过伊冤头，都马上叫人去处理这件代志。也不过我会当对伊安怎？相公袂用安怎？你来我这，我给你讨公道。我给你一个舞台，给你有机会发挥你的能力。安尼也莫想讲，你接受我的斗三工，安尼就欠我的人情。你就当作咱两个是合作做生意。只要你替我清楚到 BOT 案这个案件，此后利润看赚偌济钱，我分你成半，安尼好无？你不是要害机会，我今麦给你机会，你来还搁咧蹲底，是彭五娘唔知影通啊欣赏你、重用你，就算讲你争取到 BOT 案，你嘛无算讲对不起彭五娘，你嘛会当顺续用这个机会，表现出你真正的价值。我着讲到安尼啊，你是安还搁唔点头？
知过去，我真苦。不过我嘛，甲你回死底回过几落遍啦。你个汉生，是我这世人上重视的两个人。不过恁两个，嘛是给我上了上深的两个人。坦白讲，我即马就算讲赚较多侪钱，对我来讲嘛无意义。我无惊无疑，我赚较多侪钱，厝后是要留啥？但是，若是为着你，迄个无共款啦，我都有兴趣啊。咱会当做伙想办法争取这个 BOT 啊。咱两个当做伙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代志。等下，给我一摆机会，嘛，给你一摆机会，咱做伙合作，好不？你叫我变来相信你，你是上爱阮家上亲的人，你叫我变来相信你。你放心，我绝对袂阁伤害你。啊，无安尼，只要你答应，这件代志，看你要哪做，我拢卖插，完全你来主导，我拢袂去干涉，安尼好无？好啦，你若会当顺利摕到这个 BOT 案，饭乌龙都无迄个理由，阁看你无起啊，一定到。会对你另眼相看，一定会。要甲你讲，我无代志，阿硬要叫我来医生看。总是跟大姐较唔放心嘛，你唔通袂惊，你对我来讲是上重要的，你的健康就是我的幸福。嘿嘿，你头壳爱戆了，不要紧，等下我送你回来，吼。恁两个什么时阵变到这尔亲着？好参照表姐同款，一点仔都无参照完秀啦。阿姐，哪有啥话啊？白囝天生这真正常，无做阿紧张啊。我哪有可能无认定？你唔通袂记的呢？肖氏集团佫有一半的股份在谢安军的手头。当初谢安军要把股份给梁汉生，是梁汉生讲袂晓摕。今嘛高天成也是甲谢安军愈行愈远，是搞几啊万起变作。就算讲安尼是够安怎啦？啊，你拢已经摕到肖氏集团一半的股权啊，遐钱我咧食到后世人，你都食袂完。所以就算讲高天成甲萧恩君，因即马爸仔囝小林，高天成先啊摕到萧氏集团一半的股权，这嘛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啊。你敢知伊即马在讲啥？我绝对唔允准即款代志发生，我绝对无可能让老秋害后生有机会入萧家大门，更加无可能允准伊摕到萧家所有财产。那咱汉生是要安怎？我即马是咧替汉生顾财产。半生是我的后生，伊是安怎为着小家的财产，甲高天成去相争啊？莫讲我无见过你啊！你想我莫去调查半生，莫莫逼伊为着小家的财产，搁去霸去萧恩君，接近萧恩君。我林梦山的后生绝对无可能去提无属于家己的物件。好在，咱半生是失去伫境内，所以变较好度啊。敢讲你甲后生共款是？每项代志拢会当莫计较，啊，毋过独独钱这件代志，就一定爱计较。非得我就是不准你去调查汉生啦！啊，是讲话讲倒转来，就算讲你去找伊嘛无路用，因为伊根本无可能插你。金兰，你敢知汉生有偌久的时间无甲咱两个好好讲一句话啊？你是安那到即摆还毋知影通觉醒啊？咱两个即摆上界重要的是爱顾汉生的心，毋是去顾别人的钱、别人的财产。当初我若毋是我用心计较，我肯坚持，咱敢有可能摕到小家一半的财产？咱汉生敢有可能挂名做当事？咱只有这个后生，咱无替伊设想，是要替谁设想啊？管的是为伊好呢。你为伊好，你做下拍算到底啥？
你想要将规个消息集团拢骗到手上，你真正为了这利益付出偌大的代价，拢袂记啊？金兰，有够啊！你煞煞去啦！非得我无原因安尼做，我相信我林鸿山的后生嘛，同款无可能安尼做啦。鸿山，我来无用。鸿山，你根本就无了解我的苦心。奇怪，之前高天成对小红军的态度都不是安尼啊，伊不是声声句句讲伊要替小红军报仇，那两个人雄雄感情这么好，亲像爸仔囝同款。不用，我一定要提高境界，爱好好观察。姐姐，给你吃。这个饼真好吃呢，糖糖，这是你家己做的哦。嗯，你是跟什么人学的？当然是珍兰妈妈教我的。敢讲糖糖是因为思念珍兰，所以才想要跟伊同款学做饼。哎，朱县长，你来了哦。爸爸。糖糖，来，爸爸抱。哎呀，糖糖，你跟嘉凤姐姐也算家家酒。我们直接领下午茶。爸，你要不要喝？好啊。啊，搁有哦，这是糖糖做的饼，甲正南做的同款好吃。哇，糖糖这厉害呢！糖糖，爸爸问你哦，你是不是真正想要我做饼？嗯，因为我想要跟正南妈妈一样。爸爸，如果我跟正南妈妈一样会做饼，你是不是会常在家陪我？对不起你，爸爸不知道你一个人这么孤单寂寞，所有人陪伴，你的陈老师讲得不对，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。糖糖，你原谅爸爸好不？爸爸一定会改正，以后不一定来出国，不一定来陪你身边。陪我小公主平安快乐大汉。真的吗？你以后都要留在家里了？执行长，你以后拢袂常常出国，你真正会留落来陪糖糖，还佫有嘉宏吗？我以后一定一直陪恁身躯边。耶，真好诶，真好诶！耶，宝宝万岁！哎，爸爸，还有一件事，你不要对阿姨那么凶，好不好？哪一个阿姨啊？陈老师吗？嗯。嗯，爸爸答应你。爸爸嘛，等来考虑，是不是甲饼店做幼稚园，做烘焙教室？好啊，好啊，我会跟陈老师乖乖学做饼，做最好吃的饼给爸爸吃。我嘛是，我买好花甲陈老师学做饼。执行长，你就答应嘛，答应啦！执行长，答应啦！好不好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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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好了，爸爸答应你们，好不好？爸爸就把饼店找我幼稚园黄园长，我领我收在我做饼。嗯，哇，爸爸我好爱你哦！那亲一个。嗯嗯，糖糖，咱继续来领下午茶。嗯，来，跟姐姐做伙耍。来，真的，糖糖跟你同款爱做饼，你有欢喜无？今麦我才知影，因为家己对你的感情，放在糖糖心上，好好照顾咱的囡仔，该讲咱的故事，因为总有一天，咱拢会消失，只有囡仔能延续咱两人的爱情。嗯，糖糖，爸爸妈妈生。嗯，来，我要吃饼干。嗯，谢谢。奶茶，这是糖糖做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好厉害哦。就是这间啦，内底物件吼拢是进口的，偌水呢。
是黄园长，伊是陈老师，啊，阮甲肖先生又好啊，要签一个合约，唔知伊有伫咧无？啊，阮头家还袂伫来呢，先坐啦，应该今天就到啊。哦，谢谢哦，来，陈老师，来，来遮坐啦。吼，陈老师，你看，这家具是不是看起来拢足高级的？吼，袂输，敢那住伫城堡内底共款，规个人气质拢无共款的呢。不过想想咧吼，迄李记饼铺荒废遮久啊，那不是因为陈老师吼，肖先生应该袂照顾咱。陈老师，你真正是阮幼稚园的贵人呢。陈老师，陈老师，我见啦。我了解，我拢了解。你是不是有一个愿望，希望讲将来嘛会当有一间充满幸福感觉的厝，上好是会当将遮一看到感觉足幸福的家具拢总搬转去。我了解，因为我嘛同款。海生。我恁家舅母啊，我临时有代志，所以迟到。袂啦，肖先生，莫安尼讲啦。阮吼拄啊好咧欣赏恁家艺术品，你唔知哦，陈老师哦看到都戆去啊呢。肖先生，我感觉你唔那是咧卖家具尔，你是咧卖一种艺术品，卖一种幸福的感觉。幸福真正珍惜，真正要把握。我也想，我马上结婚。我要让你幸福，当作真正的阿婆。其实，我开这间店，是我答应一个人，要一个幸福的家。我确实希望这间店有一种幸福感觉，甲我对迄个人未好完成的约束，因为这个家具继续落去。我着讲咩？像你一个堂堂的 Sunrise 的执行长，哪会开一间这款的家具店？肖先生，你真正足浪漫哦，肖太太真正足幸福的呢。我讲迄个人不是肖太太，迄个人已经无伫啊。既然迄个人已经无伫啊，你就应该好好珍惜即马，毋是咧怀念某段回头的过去。唔知伫咧倒位签较方便啊！歹势歹势，我接一个电话吼。喂，啥？我有阵骨甲圆圆甲老花啊！好，恁先叫救护车吼，我马上回家直接去病院。好，好。歹势哦，肖先生，阮幼稚园出一挂代志，我要赶去病院。啊，不过这签约的代志。院长，不要紧啦，你的代志较重要，签约代志我负责就好啊。好啦，啊，陈老师，饼店愿意照顾咱，就无简单嘞，麻烦你甲肖先生好好讲哦。肖先生，歹势哦，我请来无用啊，歹势哦。一寡囡仔无爸爸妈妈陪在身躯边，真正让人足袂放心的。阿四，还有收了办公室，电话来。我会记咱头一摆见面时阵，你讲你是为国外转来，是倒一个国家？美国。美国，既然你是教烘焙班的，那呢，你已经受过专业训练。你的美国是读倒一间学校？
康乃尔餐饮管理。那安尼，你敢是一人转来台湾？你来台湾有其他亲人无？你结婚未？有男朋友无？阿妹即摆是安怎？身家调查？就是我所有身家调查嘛，真正常啊。我一间这样电话调查给你，若是无调查清楚，万一你无好爱好，变怎？小先生，每个一走出来人是黄院长，我只是来代替伊签约的。那恁以后使用这个烘焙教室的人，敢不是你？要唔过有资格，鉴定我是闽南做老师的是黄院长，请你不要清楚，每个你走出来是黄院长，啊那我就甲黄院长一人负责就好啊。啊唔过以后我查某囡糖糖，是爱叫伊老师向你学习。我是糖糖的爸爸，我当然也知影。你是不是有资格教我查某囝？搁再讲，糖糖的亲生妈妈是一个真厉害的糕点师傅，我等下凊彩有一个人来教我查某囝。我知影对我这个人，啊，跟我的教育方式真有意见。我唔敢讲，我做拢对。啊，我确实真爱糖糖，伊是我活在这世间唯一的意义。说出去啊！我该讲啊，才要从啥？你只不过是烘焙老师，甚至不是糖糖的导师。我想你对糖糖应该无影响。你，是，我只是一个烘焙老师，哪里是糖糖的爸爸嘞？你可是对伊付出偌侪关心？无代无志编一个什么神女的故事给伊听，害伊规到底乌白想。你敢有想过？伊是安怎会思念伊的亲生妈妈？迄是因为你给伊的爱无够，所以才去思念一个已经完全都无印象的妈妈。像我糖糖对自然无印象，自然对我对糖糖是上重要的啦。你敢真正是一个烘焙老师，还是一个专门挖人隐私的八卦记者？你谁敢讲起来？是谁做你谁拢唔知，就凊彩批评别人？你即摆是咧拍啥？你要吓惊你哪样的？吓惊我，搁早。你到底是要安怎？你根本什么拢无了解。你哪知我无了解？莫德卡，我知影的超过你所想的啊。莫德卡，就连你唔知影的，我拢清清楚楚。敢是安尼？好啊，那你讲啊，你知影啥？安怎？讲袂落去啊！其实无了解事实的人是你。伊我讲真的是仙女，并不是在编故事。真的在我心内，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仙女。若不是天公变啊万道，阮想过相爱，伊那临时给撮走。把过去用上细糖衣包起来，一定是过去记忆受痛苦啊！啊，你唔敢让糖糖知影伊妈妈是啥物款人，唔敢让糖糖知影伊妈妈过去发生啥物代志，嘛唔敢让糖糖知影伊的妈妈是安怎会死。理由只有一个，就是过去的一切有伤侪秘密讲袂出嘴，有伤侪心虚甲矛盾。就连你家己拢无当面对，对无？我唔知对阿过去到底了解偌济，是为八卦杂志，还是网络新闻知影？不过我应该你讲，我爱真的，我是用生命爱伊，我对糖糖。无需要温暖，出事是因为爱，伊是因为爱才存在的。可是我今仔年纪真难见面，就算我牺牲性命，付出一切代价，我嘛愿意。你了解无？我不甲糖糖解释，是因为这样深的悲伤和痛苦。不是一个六岁的囡仔会当承受的，伊是伊妈妈已经真可怜了。
即马我会用做，着尽量弥补伊。我阁会安怎？所以你要代替伊找一个新妈妈，予伊家己的亲生妈妈爸袂记，对无？当然不是。你若无是安怎？敢讲你唔知影？无任何人会当代替亲生妈妈的，骨肉天性是无任何人会当代替。啊，若无，我会安怎？我当然是要甲正南找回来。啊，不过伊已死啊，我会安怎？向天公爷讨人，还向阎罗王抗议？恁哪会这么残忍？恁哪会忍心，逼我去面对这个深的悲伤和痛苦？你是凭啥？是嘞，去查到你心内上痛的所在。也毋过，你若是无法度面对你家己，无法度将过去拢放袂记的，那你的空嘴，永远都无好的一天。啊，即马敢要继续签约？啊，是你要找借口反悔啊？我当然会签，我袂像你无风度，我袂阁予你借口讲话骂我，我一定会签。看清楚内面的规定，若有问题再签你。到尾以后问题，跟我找借口反悔。内面有蛋书，饼店秘楼、店面，还有厨房因使用，啊，我二楼办公室袂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二楼是私人空间，我无希望受到搅扰，安尼用无？也毋过，迄二楼遐尼垃圾，堂堂甲遮好，你会走去哩？我若是会当经理，我讲袂用就袂用的。遐是我的所在，我已经决定，倒位要租你，倒位袂租你。我答应，要一楼店面甲厨房租予你，是看在堂堂甲正有面子、礼节面谱，是我上珍惜的所在。我甲正南上美好的回忆。你若是无满意，不要紧，咱卖签约啊，还袂用我。发现大脾气要创啥？人伫的时阵唔珍惜。人死了后才来坚持，你敢袂想好笑啊？还有你结婚我就问，紧请请你。饼店收息，从今麦开始，你得用使用啊。多谢你，叫料理啊。不可能，这是假的，这是不可能的代志。喂！你安尼是咧创啥？哪有可能？哪有可能比这个才是？小先生，我先来走啊。真的。我想你，我真正就想你。
明泽呀，你算好命呢，哈！我对于阮大哥哦，对阮翁哦，都无像你对你遮好啦。哦，泡脚、擦脚，搁甲你加金噶。你敢猜啥物人？你甲你试看，嗯？我离婚啊！啊，曾经输那个五亿身价的贵妇。五亿呢？你搁咧切卡呢？你有几亿？我看哦，你剩两亿啦，输亿跟回亿。我卡啦。搁怎样我卡？好好，来来来，我卡我卡。哎，你唔好搁下落哈，我再我来去。啊，让我算你搞啦，生一个后生了不起，哈？放下阮慧心，去做万方集团的虎妈姨啊！你安尼做对下呢？声音向你粗个，安尼细细念，是要安怎和阮外兄比啦？啊，过来啊，咱要搁去饭店啊！你安尼七卡都唔对啊！阮外兄连咧卡镜头旁吼都七卡安尼打打，你安尼穿嘛是卡淡淡啊？外兄嘞，啊！你搞外兄上去做去买菜，好不好？我咧搞我骗，你自下早就阿讲伊去买菜，哪有人买菜买遐久的？你真正早会讲白菜，无老实。你哦，哎，你真的哦，是那个选择性失忆嘞。好啊，即马才清醒，即马就知影下仔讲啥，你啥都袂记得，你外乡已经……啊，你溜我就袂晓，我来啦，我来啦！哎呦，这顾忌无我你敢明的？好啦，哎，都唔是安尼溜的啦。我办大汉，你讲啊，我外乡才知影要安怎做啦。你去叫我外乡来。外兄啊！哦，外兄啊！好啦好啦，你安静一点，安静一点，安静一点！你敢袂当让外兄吃倒来偷看的时阵，可以安安稳稳的睡觉？你安尼一直吵，一直吵，一直吵，你这个真的叫做吵死人，你知唔？啊，你不烦吗？我跟你讲，你唔免吵，好不好？你真紧就会当去跟伊团。要不你先骂人，你叫甲伊吵甲伊安尼，后起码真袂惊。到时阵你要去拖甲找伊的时阵，伊就不会插你。啊，来啦，来啦，那卡好拢好啊，起码哦剪指甲好不好？手，手拿出来。我遐拢是先加卡才加手的。可能，俗不可能，
我！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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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欺负我，搁用水要甲我泼。冤枉哦，大人！我刚刚才给你喂饱饱，啊，谁敢欺负你呀、啊？你家己看，我规身跟糖果，对不？你看我的目睭，我真的毁容了呢。你看，你看伊个形，迄赤白白，逐天啊对我大声声议甲我骂。你去人问啦，你来问我外乡嘞。伊是甲外公藏去倒啦！我是藏你外公要创啥啦？伊是会洗你小孝，哈？拜托的，我比恁外公唔知水几百倍嘞，即马是我咧哄抬你嘞，你真的是暴死啊！你都不知道吗？哦，你是对阮爸安怎？奈外公叫你大声？我不是要替伊加钱加，伊嘛唔知影哪读较歹，唔是哦，是讲伊唔知影哪，伊都袂晓我加，你看无甲规间厝淡哥哥。爸，我带你去房间，我替你加钱加。用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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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我规气来去学通灵，唔只好当应付你。爸帮帮忙，即摆住伫人个厝，人咧甲你哄抬，你就较灵运嘞。爸是住伫恁家，啊，毋过这间厝是谁开钱买？你是毋通袂记哦？你叫是你个有意外性格哦？该我提醒你，你为着要救李文新，无好我惊法律替伊拍官司，爱行歪路，去到遐个私把黄牛接头，去互骗一大堆钱。看到饼店无生意，家己乱投资学爸母，四个八千万都互恁败了了啊！若不是天成叫恁照顾爸，恁出面阮出钱，这间租厝敢保会住？你家李在心要住在倒位？敢够这间租厝通好住？对啦，若不是你甲天成哦，讲实在我看我兄仔是毋知要去住倒啦。呀呀，不过你应该知影，这个迄读个歹去的人，迄真正要照顾起来就足忝的呢。你付阮的钱哦，我真是足欠的，用的那个手头真的很紧呢。秀官安，我看你这歹过，应该是天成的爸爸。我甲天成逐个月给恁10万块的照顾费，应该是真好开啊。啊，不过应该有一半以上在恁那袋仔内面，剩无一半才开伫照顾爸家。爸即马安尼，唔免买物件，唔免开钱，食好食歹嘛拢无差，加加是开一寡医药费尔，其他拢随在恁安排啊，敢毋是？夭寿！他这个小费阁真敖算，讲到面子，敢若伊住咧遮，啥物物拢亲目睭看到共款的，应该袂要叫我把遐钱拢吐出来吧？哎呦！小姐，你妈妈生气，去一台真正呢，对吧？我嘛吼，心情要予老太爷伊安尼吼，吃好的用好的，就是讲，万不哩，你讲哦，若去予尤平姐也知是安怎？你嘛知影讲哦，伊知影阮两个即马吼日子嘛无好过啊，是要倒位有钱通好照顾老太爷？伊若是知影讲这钱是你甲天成出的，伊若一去，就甲老太爷接走，无予伊甲阮断，安尼是安怎？所以讲，阮即摆用钱拢用到足低调的，安尼低调吼，才袂叫用鼻子啊发现。你看你要去倒位找这配合度这么高的人，对恁这么细心的人，对不？好啦，无你遮坐坐坐，我遮吼甲切切的面饼，啊，无这个头壳骨骨吼，你若骨头就不好了。真甲拢加好啊！安尼袂伤到别人，我袂伤到你家己，啊！爸，谢
多谢你，天成，这段时间我你做辛苦的。这拢要怪我，哎呀，安尼让你无眠无日安尼拼，骨气规家伙啊！爸爸妈妈、慧心、林姐姐、金琼，还有浩浩，你搁爱开车，搁洗车，搁爱替人维持街道，你一定足忝的哦。拢是爸爸给你拖累，爸，你妈来讲，我袂忝，只要你好好无代志，我得放心啊。妈妈误会啊，唔当让你妈妈知影，爸爸知影你上烦恼的，啊你即马心肝头因足艰苦，来，吃糖啊，吃糖啊，好，爸。我就是感觉我压力真大，在饭屋两面头前一直糟蹋我，伊家当作狗同款，划来划去，我心情比真心还不如。对，伊有权利安尼对待我，谁叫我要利用伊？嫌我小暗棍害咱家破人亡。苦金兰，干嘛还是我到今嘛，搁报都报销？我真是不知道我会当恁来到什么时阵，我不知道慧心伊今嘛是不是搁恨我？爸，我不知道我什么时阵才能替咱家讨一个公道。失败了，假使有一天我跑到报销会了，我就出去，把我出去，我出去。别惊，别惊，我知影，你今日妈妈知影会歹骂，既然我已知你偷吃糖阿掉，无紧。爸爸，我恁过来，你做你只，你慢慢养哦，我替你讲。有甜无？若无甜哦，恁怎啊变较甜啊了？哦，啊恁妈艰苦啦，莫哭啦，无代志啦，你慢慢养哦。爸爸，我恁过。哦，囡仔，放心放心。无代志，天放落来，爸爸先甲摕掉咧，嗯。安尼大声声，啊！若无，我着外人来照顾爸。小飞，多谢你。爸，你把你当作是慧心，你都无甲伊计较，我处处为伊设想。你哪着遮客气啦？做人实在照顾时段，本来就是应该啊。只是可惜，恁这阁毋肯谅解你，嘛毋肯接受我。啊，若无，咱嘛毋免趁伊去上班的时阵，才会当倒来看爸啊。较水会当接受咱两个。
那恁咱就当开钱，请搁较好的看护来照顾爸。万免让爸甲丽芳阿姨、阿公母带做伙，是毋是防欺负，搁毋知影。我想再应接啊，伊毋敢欺负爸啦。小妹，我刚才你想到利用再应接阿姨来照顾阮爸，阿老婆我真是毋知要用什么方法来骗阮姐，可以安心去上班。多谢你。你这客气创啥啦？安尼刚刚就气氛的呢。阿静，我是要找天成的啦。高天成，你真厉害呢！会晓利用考虑计制造假车祸，假可能接近消防军，卖假真讲伊在想啥，别人拢唔知。讲你什么意思？我听无。估计就无成啊啦！这个年来，你表面上甲过去同款，真挽回消防军，也毋过你却常常在消防军面头前假可能。我唔是痴迷啊，我看得真清楚。也搁有，你心内有啥物打算，我嘛知知。阿静，你是不是误会啥？天成上无愿意见到的人就是阿静，这点自头到尾拢无改变过。少飞，那是因为你无了解高天成。你敢知影？这个世界上有真侪甲你同款的太太，根本就无了解家己翁婿在外口做啥物代志。高天成出车祸，应该无互你知啦。一点仔伤，我敢有需要讲？那安尼，你隔天饮酒醉去拄到消防军，还佫有制造假车祸，互消防军送你去病院的代志，应该无要甲小飞讲着。你竟然还有一个你声声久久讲无想要看到的人送你去病院。这对情就已经无单纯了。也过，自从你带入去本家了后，本五娘这个人真尔敢跳着，你根本一点仔扳机都无接着。而且这么久以来，你嘛拢变无脸。更加重要的是，这五年来你的本家一点仔地位都无。所以才把脑筋动在小王君的身上，想要跟小王君联姻。阿静。你无需要使弄阮家人的感情，阮家的代志也无需要你来插手。小飞，你是一个真巧的查囡仔，是安怎连高天成对你的虚情假意，你拢看袂出来？伊只嘛，只是改变方法，金木双棍来代替。小飞，你唔通袂记，双棍是个玩笑人呢，一个。连阮小人都有法度和你亲近的人，伊安怎利用你？你爱好我想看卖。刚刚李文新那个即卖高天成比起来，会当算是大好人啊！顾金兰，我真想无，小飞跟你无任何的关系，你管这么多是要创啥？你是不是真正惊萧红军把一半的财产给我？你免这么紧张。假使我真正要替你无法度阻挡，还佫有，你莫想讲伊伫要对付我。阮妈过身的代志，佮你是毋是有关系？我已经无追究啊，请你较自爱。假使你是因为做啥心意想要对付我，那呢，我对你绝对袂客气。还佫有，本五娘是我的丈人，是小飞的爸爸，就算讲伊对我佮我哪有意见，阮一家绝对会团结起来对付我。你要团结嘛好，你要窝里反，我嘛无反对啦。也毋过到天成，卖少想要接近红军，嘛卖少受伊的财产。你咧做，我咧看。谁放过谁，我毋知影。柯金兰，
阮妈的死一定跟你有关系。这笔账，我早晚爱你还。天成，拄只金工，你啉酒醉，捡车弄着，然后阿姐送你去病院，这件代志哪无跟我讲？是倒位受伤啊？敢有要紧啊？我袂要紧啊，一点仔伤啊尔。是小安君家己大惊小怪，伊要带去病院。那你才拄好去拄着阿姐。小飞，你讲这话什么意思？敢讲你把小静苦金兰所讲的，我是超过伊伫小安君面头前出现。我唔是这個意思啦。好，我唔对。小安君这几年是一直爱我甲斗相共，严格我拢无答应。卡叔要答应，我早就答应啊，我何必等到即马？你莫生气，我真正无怀疑你。我顶多认为。你若是咱较早放弃对阿姐的万分，去遐斗三工，不得靠你早就真好的发展啊！哦，你莫阁讲啊，我无可能去休假，我更加无可能做出反背阮爸的代志。我知影，你是为我设想，你是为我好，多谢你。到底是在创啥？我安尼做，敢真正是要这个所在恢复甲以前有生命的感觉？那是，我根本就无应该来这，我无应该来。完成堂堂，想要学你做饼的心愿，我答应你，甲饼店做幼稚园上烘焙课。我想，你应该袂反对才对啊。门也是开的。向来烂面，看我是迄个意见真侪陈老师。我不应该白想啊！既然决定啊，就无法度再回头啊！真的，小姐是。请你较尊重的，不好意思，
对不起，是因为我不爱听你的借口。我是来这做烘焙老师的，我不是来代替已经离开的那个人。我这决定可能是错误的，我根本就不应该给管代志，也不应该叫黄院长把这间饼楼租下来。我应该搁贴屁股的，我不应该回来。陈老师，陈老师，你好棒球！真正是的，拄则我真正不是挑故意的，我保证，以后绝对袂阁发生这种代志，请你莫生气好无？假使你定来走去，那明仔日幼稚园烘焙课要安怎？所有囡仔一定是失望的，尤其是我查某囝糖糖。你莫提你查某囝来威胁我。我无迄个意思。你明明就有。我拄则安尼讲，是我知影你真关心糖糖。只要是我的学生，我每一个拢关心，唔敢是糖糖。好啊，那安尼就算我拜托你，看着所有学生的分数，莫让伊失望，莫让伊变做你安尼个无。我保证，以后绝对袂阁发生这种代志啊！叫你阿妈，你还不留在家？你家也不要看。明仔载幼稚园学生就要上课啊，我敢免先把环境打扫一下。尤其是小朋友免疫力本来就较差，上课的时阵就先较注意卫生的啊。你是才艺老师，不是打扫我巴桑。你会请黄院长叫清洁公司来处理就好。这小块代志我处理就用的啊，而且我嘛已经变得差不多啊。你要创啥？你搞忘记？小星星，你刚才被我叫你到位啦？你是卖讲话？安迪，打电话清洁公司，爱马上变扫变掉，一定要清洁，而且消毒一遍。对啦，就是即马。对我来讲，我加出三倍的钱，为着明仔载一定要看到表娘清清气气，有听到无？有啥问题才靠我。小先生，你电话讲完啊，手是唔通放。陈老师，失礼啦，我唔是挑故意。请你莫生气，我只是认为你双手应该是用来甲小朋友做饼，不是用来饼扫的。而且讲得真对，小朋友无做饼的环境，本来就应该要清洁。既然你已经请人来饼扫，那要先来等啊。陈老师，我请你对面啊，我先等去。唔免啦，我家己定就好。陈老师，陈老师，你明仔载敢会准时来上课？也那无嘞。Good job.
咱家主人就看陈老师的手，我是来从啥？虽然迄个已经死去的鬼啊心，啊，较早你毋是拢一个人去，即马加一个人陪你做伙去，迄个所在嘛变啊较有趣味，较袂遮尼无聊啊吼。你是要讲啥？直接讲，无需要来考试。嘛对啦，啊，毋是去洗饼店，加一个人甲你手牵手做伙去洗，较袂遮尼无聊啦。啊，是讲迄个甲你牵手的人是啊，幼稚园的陈老师。你拄则有去饼店？哎，卖误会哦，我无跟踪你。我只是拄好去饼店，拄好经过遐，看到你牵陈老师的手，为饼店行出来。代志毋是所想安尼。我已经答应黄院长，甲别人走幼稚园小烘焙课。啥？你答应就别人走出去？我拄才去饼店，看到陈老师的饼少，我感觉真歹势，所以才给邮出来。而且我黄院长请清洁公司处理啊，代志就是安尼简单。这敢那是你头一遍对我解释这么济哦？啥物人拢知影迄间饼店？是生人勿近，是你思念旧情的所在，任何人拢不准入去。要唔过你即马竟然将伊租予幼稚园，我知影，是毋是因为迄个陈老师真好做饼，伊会予你想起李正南，甚至将伊当作是李正南的替身，所以你才愿意将饼店租出去。你是要讲啥？正南就是正南，是永远无人当代替。我把饼店租出去。是为了糖糖，因为糖糖想要学做饼，这嘛是糖糖才金正男，虽然这嘛唯一的方法。你讲唔对，在法律上，糖糖的妈妈是我。无唔对，在法律上，你是糖糖的妈妈，啊，我糖糖其实妈妈是正男，这是所有人知影的代志，也是永远都无法改变的事实。所以你娶我，只是要我替你照顾糖糖，要我做糖糖的保姆。你无愿意倒转来，无愿意陪我，无愿意跟我讲话，甚至好名声都无爱给我。是你心甘情愿嫁给我的，你答应我，要让糖糖照顾好才娶你的。你早就应该有心理准备，敢不是？以后我开始出差，一定要留在厝的。这几年来，是我守护糖糖。我愿用较侪时间来陪伊，尽我做爸爸的责任。方小文，你真正足戆的呢！刚讲你阁会期待汉生是为着你留伫个厝内，伊当然嘛是为着糖糖。汉生进前真惊面对糖糖，因为伊惊看到糖糖，就会想起伊对李正南的亏欠。啊，伊这么煞愿意留伫个厝内底陪糖糖，到底是啥物原因，让伊转变这么大？刚刚是伊。无可能，拄只汉生有讲过，正男永远是正男，永远无可能有人会当代替伊。
在汉生的眼里，永远无可能有除了正良以外的查某囡仔，另外嘛是。婷嘛，今仔日哦吹什么风啦？你哪有闲来我这泡茶？啊，既然哦，咱是亲家啊，对不？阿妈常常来家当，唔才闲的。哎，无事不定三宝殿啊，大家拢熟识遮久啊，有话吼，你就直接讲。是安尼啦，啊前两天啊，我陪阮洪山去病院做检查，有够拄好个呢。早起看到伊个囝婿高天成，甲小王坤嘛做阵啦，啊两个人个亲好吼，未输别个囝嘞。所以咧，你到底想要讲啥？亲家啊，我先想讲啊，这高天成既然咱为着荣华富贵娶恁小妃，啊又为着金权大帝外贵小王坤遐去，这件代志哦，嘛毋是无可能啊，你要较注意个。这五年来啦，伊个一直巴结你。啊！你为着要保护林小飞，什么权益都嘛无放给伊啊！这是大家拢知的代志嘛。啊，既然伊想讲在你家变无脸啊，换去小龙坤那边嘛真有可能啊。这种想我来生娃娃的代志，伊是绝对做会出来。阿静，你莫伫咧遮话袂讲话啊！小飞啊，阿静是好意来提醒你啦。高天成为了要娶你，安尼放某放囝。这是大家拢知影的代志啊！而且，丁爸爸为着要保护你，已经唔肯放权利予伊，这嘛是业界拢知影的八卦啊！你喏，一定爱注意。爸，你莫听阿俊伫黑白讲，这件代志天成有甲我讲，迄天是因为天成心情无好，啉酒醉，后来出车祸去拄着阿叔，阿叔送伊去病院，然后才送伊转来。伊拢有熟识，大家互相斗相共嘛是真正常啊，这根本就无啥。阿弟弟哈，那遮尔啊拄好个代志，拄好高天成饮酒醉出车祸，啊，搁遐尔啊拄好，去予小王坤拄着，我真个毋信嘞。我认为哦，这一定是高天成哦，才刚安排好势啦。亲家，你嘛是老江湖啊呢，啊，参像这种哦，用苦力计，制造假车祸、假可怜个代志，你应该拢看会出来啦吼。阿静。你是安那变来侮辱天成？天成是做唔到什么代志来敌视你啊？好啦，我一句来未讲呢，你随跳出来替梁婿讲话，点点啦，要问我家己问。天成，你家己讲，你是咪去找小红军？爸，我是有甲伊见面，也毋过迄是因为刘董的代志，你无信任我，我心内感觉不顺，所以我才会去。所以安怎？所以叫你啉烧酒。去找小龙君斗，讲你话恶主，顺续将咱个伤害秘密都甲讲，看伊当对伊遐提啥物好处，对无？爸，我无，我承认我啉烧酒醉，后来小龙君带我去病院，伊是有甲我讲过，伊要划舞台，伊要我甲伊做伙拍拼，也毋过我拒绝伊啊，因为你是我的丈人，所以，所以安怎？拄是你家己承认哦，你私底下哦去找小龙君，你搁假讲你甲伊无交过。你根本就是怨恨我啦！这五年来哦，将你压落底啦，所以你才会哦，吃我来，洗我活。你挑故意哦，要甲小王哥联手，将别人一头不好倒掉无？爸，亲家，听你讲有道理呢。啊，但这个高天成啊，为着钱哦，就会当甲迄个替伊坐驾的某离婚啊，佮有甚物代志做袂出来？我看哦，应该是计小甲小王哥那袂超好势啦，啊无早就话过啊。小飞啊！你的翁婿无老实，不如哦，等伊还袂做啥物哦，对不起恁本家的代志，阿妈趁你还袂有囡仔的份上哦，紧的赶紧离婚，较袂受伤。阿静，你安尼敢是一个做人时代应该讲的话啊？哪有做人时代一直靠靠事实离婚的？我是为你好，阿趁你还袂受伤心情，既然大家无适合，阿就赶紧离离的嘛。阿无你看卖啦，这是囡仔嘛，为着这个高天成啦。我叫恁爸爸，害恁爸爸呢无欢喜，啊，搁安尼舞落去哦，不定有一天，规个房价拢会舞倒。郭金兰，你莫伫遐使咯，我对我丈人是忠心的，我绝对无可能让小红军买受。
干嘛呢？拄才啥物人讲伊恶作，是啥物人去找小黄君啊？照我看，根本就参照金兰所讲的，你假可怜啦！你根本就用苦肉计。爸，我无，我真是无。假使你唔相信，你通找小黄君对质啦。小黄君是我的冤仇人，我哪可能会袂收啊？高天成，你家己迄个破病，读较无清楚的爸爸，你就当放心交予别人照顾啊。啊，搁有啦，迄个替你坐甲的太太李慧心，你就当心肝俩瘫痪，甲伊离婚啊。你根本就是六亲不认啦，哪有分什么亲人冤仇人？在我看起来啊，只要有钱的人哦，才是你的亲人。柯金兰，你家店去。爸。我即摆确定是黄军，你亲身甲伊讲。天晴，哎，天晴，莫来这套啦！恁若是早就讲好的，对钱无对钱，毋是同款。我这无买也不恁手瓜去。爸，是你毋相信我，我就是无向黄军买手。你莫阁讲啊啦！就算讲你讲一百句、一万句哦，我袂相信。你这款人哦，在我心目中根本是背过的人，你根本袂当信任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但当时我为着消费行哦，我明明知影是因果立地，我阁勉强相信你。这五年来，我处处咧提防你，安怎？五年后你挡袂牢嘛？我你就说出来啊！爸，你安尼讲天成实在伤过分啊！这五年来，天成是专心专意咧爱我，专心专意咧为公司打拼，你对不起咱放假啥？五年啊，你还是唔肯接受天成，你连饲都唔饲，对天成敢有公平？对我敢有公平？就算讲无公平，安怎啦？敢讲伊在咧反对我哟？将我上海秘密去甲别人讲？天成都讲伊无，啥你唔肯相信伊啊？答应天成替公司救着生理，你唔但无侮辱伊，佫叫做无看到，甚至佫口舌伊侮辱伊，那我这想法我早就毙命啦！坦白讲啦，天成要离开放假，我一定全力支持的。因为去倒位都比老弟放假较好，这才是咱得到公平的对待。你即摆是安怎啊？你是我的查某囝咧，你安尼对你爸爸讲话，有你的查某人？小飞啊，我饲你二三十年咧，伊咧，郭天成会当给你什么？爸，不是我的不好，是你真正想过分啊！我一直拢无想要讲，啊，不过你真清楚，你伫背后是安怎讲天成的。你讲伊无出错，你讲伊食软饭，你讲伊是靠诱拐千金，现在才富贵的。对啦，我就是安尼讲的啦。爸，我真是不知道这五年来，你心内是安尼在看我。我为公司尽心尽力，我当作是你在考验我，是你磨练我。我一直跟我家己讲，我一定要好好做，你拢会看在眼内。想袂到，原来你是这么看袂起我。天成。这五年来，你付出的时间甲拍命已经有够啊！爸看袂起你，唔肯答应你，不要紧，我支持你，良禽择木而栖。谁肯给你舞台，谁肯答应你，你就去，我一定无意见。好啊，好啊，莫伫遐咧假神假胆啦，袂输你这委屈啦。你若挡袂牢，你当走啊，你走啊，我绝对袂饶你啦。坏你哦，你死无伫遮，人伫遮也无效啦。爸，我无想要离开，也毋过想讲你唔肯相信我所讲的话。这件代志是柯金兰的西路，我叫你甲小英君对视，你唔肯，我解释你嘛袂听，你到底要我安怎做？我你甲死死出去啦！拄则小飞唔是讲啊，伊才支持你的，无你两个做伙出去啊！看恁两个阿婆要去倒啦，要创啥？由在恁啦！爸，我真是无想要离开，我对你是忠心的。好啦，你别假啦，你自然要让小英怨恨我啦，你阿舅在欺负你哦！你甲出去。你敢做呀？你妈你阿无爸，你这人面皮太厚啦！我话讲安尼啊，你阁不爱走，你敢出去啊？爸，你小飞，你完蛋无？小飞，爸，你真正足过分的呢！你根本把灵魂借过借明天才还给你，你哪当咧对他伊啊？高天成，你有够狗哦！将甲小飞感情塞到安尼，伊即摆拢徛在你面，我有地方在老爸啦。你敢出去？你敢出去？爸，你敢出去？爸，你娘，我你娘干啥？爸，你娘来爸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。
少爷，还没到厝啊！你敢出去？我，你给我查庄园，快！停下！拜托天，天爸爸进来，咱俩离开，不然不小心，咱阿妈也要死。我爸，爸，你爸在我这想玩了，我想玩了，爸，我不会让你干脆了。小主，你进来了。啊，到底发生什么大事啊？你来这里上班，而且都对高先生的气卡投诉，这个唔正经哦。管不完啦，比我小王军，比我俩包，我无要承认啦。那不将伊挂出去哦，是钱了是查某的。我们到底是在创啥？为什么要把自己保护这么狼狈？这个查某人无法度好好照顾自己的母囝，我的母囝还出手来保护你，敢算是一个查某人？你莫听爸胡白乱讲，这几年什么状况我拢甲你讲过啊。天成绝对不是爸讲的，安尼会反背爸，你爱相信我。你讲这我知，我今嘛是来替高天成为下一波好好照顾。消防军中计啊，头一波完成，搁刷来，都是第二波。